视频展示660带机头切菜机切丝演示。先把角花放进机头切片，通过输送带传送刀杆切丝。骨头切丝最细2毫米，最粗2厘米，可以自行调节。冬瓜切片，角花切片，切片薄厚可以自行调节。刀杆刀片可以自行拆卸，遥控切车，更换钉刀可以切土豆、萝卜、黄瓜等等，更换波纹刀。